哎呦，真的是，我都怕了。打我！你在哪呀？他去哪了？我去骚扰他，哎，他这不叫死了吗？先让他跑一段距离啊，然后再把他背回来，好吧，套路。你非要炸我吗？他清兵很慢的。这怎么这个墙壁没怼他一下？行吧，他把闪现交了一个意思。去上路。哎，顶一下！这什么鬼？这为什么这改了还是怎么样？你休想打他！你休想打他！休想打我！休想打他！休想打我！什么意思？打他！打我！打他！打我！打我！打他！打他！打我！挡！没挡到，吃口药！哇，老哥！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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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我！是的，兄弟，打他呀！这怕个鬼！打他！打他！我帮你挡！哎，你往前走啊！朋友，我这个不能放下我的盾呐！我放盾我就死！你打的过去啊！我真的急死了！我服了，朋友，你打他呀！这到底在怕什么呀？他可真行！真难。你说这怎么玩？没想到吧？然后呢？下路帮忙。往上走，往上。小心个鬼的草丛！我需要小心草丛吗？他不在，他死了。阿酷，我需要去救他了呀！卡到你，舒不舒服？你到底怎么想？我怎么想？他死了。我救你，你别怕，你休想，你也休想，你们都休想，左右，右左，是我，我想活下去。嘿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我背啊，舒服了，我成就了我的队友吗？是的，我的队友把我给卖了，但我成就了他们，你觉得我感动吗？我甚至卡在这边，把我的背部交给这个墙体。此时之间，我与这个墙体融为一体。你有办法吗？这本来首《快乐冰心》。一勾，勾到了，可以，进化解了。有点东西，我觉得你能杀，大招斩杀，斩杀呢？嘿，背摔，嘿，隔住，然后呢？然后挨打就完了。他过来，我摔回来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啊！普通攻击，
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我被摔，我挡，挡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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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挡，是吧？休想，我挡，我在挡。你错了没？我挡，我挡个鬼，我挡，哎，我挡到了，我挡，挡挡都是我的，是吧？全部挡挡住，挡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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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挡，我扔回来，嗯，很棒，还行。嘿，是这，是这。是这，我大招啊！这都能穿进来，我服了。太难受了吧？这个盾山，我大招是他怎么进来的呀？他一个大招还是能捅到我。这个家伙有点东西。等一下，二闪大招回杯，一气呵成。他们会被我这首惊为天人的开团手法给震慑到。盾山说：“我说的对。”哼，跪求一踩，然后呢？你踩了，然后呢？我挡，我挡，休想！是不是？我再往这边挡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哎，我扔，你气不气？哎，我挡，错了没？嘿嘿，这是最气的。哎，你这还可以把他杀了，可以，完美。检查一下我的工作情况，满血，满血，满血，可以。拆塔呀，别闹啊！拆塔多好的事儿。位移，我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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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没？我要在后面保住他。你快点好吧，你清兵好慢。我来首《欢乐敬畏荣耀》。不行，上路掉一滴血。我很忙。我修。好了，工作完毕。这一把还行，可以接受。这人要死了呀，你勾他，他爆炸了呀，死了吧，你休想，懂我意思吧？我哎，他想打他，我这一手大抢怎么样？我这一手被摔，一手抢，一手敬畏荣耀。哦，很好，他有办法吗？瑟瑟发抖，反手吃口药，认输了。快乐盾山，我挡。哎，可以。谢谢六八八的老帅，谢谢你。队友疯狂点赞，没办法，盾山我还是有一套的呀。谢谢野生的黎黎酱，谢谢你的游侠。谢谢六八八的好姑娘，谢谢你。